板桥都没得，板桥板桥没得出来噻，麦克风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虽然哈，那其实所有的乡亲哈，拢对咱大家拢做熟悉，因为敏儿姐的关系，但是哈，咱也要大家来介绍一下，跟叫我来，自我介绍，好前面啦，哎，跟大家问好一下，今仔日嘿。哇，你这个来无事，那支袂用的吼。阿姊，那支袂用的，阿姊，那支本身袂用的。大家好，好，谢谢，祝关圣帝君圣诞千秋，大家都平安，谢谢。来，第二位美女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你是谁？米莉。我叫米宁。好啦，祝大家，祝大家一个，是啊，祝大家事事如意，赚大钱，是是是，好啦。来，美姿美姿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叫美姿，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都平安快乐，谢谢。哇，大家晚安，我叫宋美芬，祝大家平安顺利，赚大钱，你哭好不？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啊！就大家啊，我是小红姐，小红姐，就大家平安喜乐啊！谢谢，好棒啊！谢谢美丽的主持人老师，好好好，来，美丽的主持人姐姐好，哇，非常开心啊！哈，这一生来到这边呢，哈，应该咱的玉清的话。你舞台顶结缘至少有第三次了，哦，有交流那么啥不行嘞，哦，来来来，那有戏大家都大赚钱啊，你哈，是的，我算是脸皮非常厚，每一年都耍赖说要来这样，你安尼讲，你听得懂话吗？我嘛是啊，是的，感谢贵公母神的灵殿下，然后也保佑了我们所有的后边玉和乡亲。然后大家的互动也都非常的好，也要感谢我们的护楼住，这样念对吗？护楼住的妈妈吴美儿女士。好，然后也要感谢所有赞助的厂商，然后各位所有的老板，然后还有各种蓝小五的雄心喜高。然后，我去年啊前年来的时候啊，其实都赶场，那。哇，这刚巧美儿姐给我大家对我非常的包涵，所以我今年也当地家家大家家家分，然后一家兄安呢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今年算专工哦，把时间拢留在家了。今年刚好都是排开在昨天啊，然后明天后天全部都对排满，就刚排满的很好啊。多喝安。所以讲哦，每当就这个机会，这个也当哦，在家跟咱的股票大家。大家感情嘞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因为咱嘞啊，董玉君嘞吼，平头先讲，伫咱嘞歌坛上嘞吼，哇，即卖已经做出一番的大成就啊，每一年拢无同款，每一年吼、哦、都有不一样的哦那个杰作还有作品，对，所以讲哦，我想我趁这个机会，和咱嘞玉君嘞吼，因为我知你行程蛮赶啊。啊，到底前一阵啊，甲今嘛呢？吼，到底在忙什么？应该是因为哈，美儿姐和我提回来家常百官，所以我每一年刚好都有作品。然后我今年就是发行了我个人的北国定位专辑，专辑的名叫做《金盔》，是江之峰老师帮我制作的。然后当然还有我就是前一个制作人哈，所以他们都非常的专业啦，更华丽耶，当然是给林夕来刮。然后古尼队，我有跟蔡小虎、小虎哥，我们好去修唯一的爱。哇，蔡小虎哎，那个是金曲歌王哎，哦不得了哦，那能够跟他一起的合唱哦，这个说真的，连刚嘞哈换你拿那个天后的奖杯啊了，不敢不敢，真的有机会的，谢谢谢谢。因为刚刚那天王座位哈，哇说真的，咱的好朋友呢哈大家呢除了喜欢你。还会喜欢那另外一位，所以讲哦，假如阿弟连连哈，有合唱的，我看除了跟蔡小虎有合唱，我看你跟另外的其他的歌星，男歌星也都有不一样的火花。我这人算真好到底呐，合唱公司拢就爱吹弯，假如我这身高无生意，无生意压力，需要人家保护。不管高矮胖瘦都喜欢找我，所以我才有机会当盖演好球啊！所以我今天来个很硬，是不是应该嘛爱合唱？哦，哎呦哎呦，是不是有需要？拄只个那吼，
咱的阿弟兄弟啊，阿弟兄干那咧在旁边安尼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。我感觉你是是不是当跟咱的庆平哥哥来合唱起来？咱的易风祥的老板哈。对啊。